大家好，我叫阿Kira，我来自台湾。那我现在在台北当一名健身教练。那另外一个工作是，我是也是一位 model。那今天我会在曼谷呢有一场平面的拍摄，希望在这个拍摄会很顺利，而且能享受这个拍摄的过程。在泰国最有名的是他们的产品的生产，那品质方面呢，其中之一是这一个 Iceberg，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体能，让你变得更健康。而且这个产品的话呢，在从小到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产品，那希望可以大家参考看看这个产品。特别我想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年 Iceberg 刚出的新产品，它是一瓶罐装的能量饮，也非常携带的方便，你可以带它去运动或做任何的户外活动前使用。特别是它呢可以跟鸡尾酒啊混在一起使用，非常的好喝哦。我认为 Iceberg 很适合我，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的体能变得更健康，因此在你训练方面及训练的氛围上面会让你更加有更好的效果。因此呢， Iceberg 它是可以带给我们健康有更多的好处的。